你看这个饭都是热的，嗯，饭都是热的，来，这个拿起来轻轻按，按好打开，哦，然后你加料，加料哦，嗯，加料，自己做的，真材实料啊，你要加什么都可以的，加你喜欢吃的，加家里有的，啊，加好了。那这个饭呢、哦，我们再给它补上去，那这样子再给它补上去，那这样子，看这个，对啊，它小心平安，安静啊，把它安定，我要对着动作再摆回去，手肘这里，拇指在这里，将这个框框往上捏上来。对吧？哦，再来就是贴海苔，海苔要贴，一二三，接着，哦，将饭先把它倒在海苔上面，哦，因为你要包，要把这个拿起来，我来长个这一段往前带过来，两边往下，它折上来，腰带给它固定，不能这样子贴哦，这样子贴你会贴到袋子。会拉不开、哦哎、有时候你在超商买、哦、不好打开，重点都是它贴广告纸、哦、吃的话就跟超商买的一样来，这个撕开、哦、这有两个角往外一松，拉起来要先放回去 因为这边也 要拉开，有些人只有拉一边，海苔都夹在里头、哦、所以 要听清楚，非常好做吗？